高云翔案三位证人出庭，或坐实女方仙人跳行为，从此洗刷冤屈。2019年11月15日，高云翔疑似性侵的案件再次开庭。在此次的庭审当中，高云翔出示了三位证人，而这三位证人都表示，这个说自己被性侵的女子其实是自愿的。高云翔的这三个证人分别是高云翔的经纪人、化妆师以及一位剧组工作人员的朋友。据悉，高云翔案当下的庭审已经是最后一周，届时将由陪审员对王晶和高云翔做出裁定，以判断是否有罪。而高云翔也将结束这个长达一年多的案件，从此洗刷冤屈。2005年，与陈坤、孙俪、刘牧合作主演年代情感剧《风雨西关》，在剧中饰演老实厚道且讲义气的方家俊。2007年，与孙俪、唐余红、谢君豪合作主演年代情感剧《一世情缘》，在剧中饰演有情有义的男主角唐腾。2009年，与李光洁、郝蕾合作主演年代情感剧《当爱已成往事》，在剧中饰演爱恨分明、有理想有抱负的海逊。